大莊藍莓嘅$36.9兩件。韓國士多啤梨啊，$42盒。香印提子啊，$42盒。珍寶車釐子啊，$36.8一磅。好似呢一盒就$35.9一盒。呢盒就$37.2一盒，都好大粒嘅都。星爵美人蘋果$50有兩件。但有四個嘅。維納斯蘋果$50有兩件。但有四個嘅。韓國香印提子$58一盒，韓國呢只遠黃梨啊$198一盒，有幾多個？有11個。澳洲星空蘋果啊，減價$58一盒，有嘅，有五個嘅。特大莊鮮橙$29有三個。今日只橙咩？呢只係4012嘅。美國新奇士橙買10個就送你呢個龍年新奇士橙鮮橙紙箱一個啊！鮮橙8個裝啊，$39.9啊！珍寶鮮橙4個裝嘅$36.8。歐洲青奇異果$19三個，珍寶奇異果$45.5個。袋裝牛油果啊，$32一袋。檸檬啊，$14.9三個。大裝火龍果啊，$12兩個。香蕉$6.2一磅。都落呢只菲律賓超甜香蕉啊，$16一袋啊！有幾條啊？有4條嘅。特選紅肉蜜柚啊，$12.8一個。老樹沙田有啊，$9.8一個。
沙田有是7.5一個，富士蘋果是13.94，青蘋果是13.92，黃林蘋果是24.92，加拿大呢個百果莊蘋果17.9一袋，爵士蘋果6個莊嘅34.9，鴨梨啊12.96個，紅蘋果啊15.93個。艾菲蘋果28.94，世紀梨15.93，貢梨13.92。我而家好平啊！啲白蘿蔔咧1.1嘅，金信一袋啊8.9啊，番茄4.99，節瓜9.9有2個，旺菜9.9一樖。青椰菜5.9一個，西蘭花13.93個，特大啲長椰菜11.9一樖，娃娃菜8.93樖。粟米啊11.9三支，油麦菜啊7.9有2樖，生根啊17.9啊。就有12嘅，枝竹25.9一包，紅福堂呢啲甜品啊20一包啊，一手烏椰皇。手磨杏仁同埋桑寄生，即系呢只啦，芝麻手烏椰皇，手磨杏仁啊，有呢個紅棗蓮子茶桑寄生啊，仲有呢只花膠響螺竹絲雞。金妹牌呢只火腿同埋鸡尾肠啊，而家50有2包啊，就系呢只啦，火腿扒呢只金妹牌，呢只就火腿片，仲有呢只就系三文治火腿片。就做50有2件啦，冰鮮糖排啊，而家38.9。
冰鮮排骨頭啊，36.9元。冰鮮豬筒骨啊，36.9元。冰鮮豬手啊，41.9元。冰鮮豬尾骨啊，38.9元。百佳話中國今日做啊中國冰鮮包裝豬肉啊，買2包9折啊，買3包就75折。百佳今日做話包裝冰鮮家禽啊，買2件就92折。冰鮮半隻雞啊，43.9元。仲有呢只系冰鮮鳳香雞啊，158。冰鮮水鴨一隻32.9元。龍心嘅特辣香菇麵49.82件。李錦記芝麻油啊，買1送1。李錦記辣椒豉油啊，買1送1。超力嘅稻田烏冬24.5元2件。佳之選一隻番茄豬肉水餃同埋一隻芹菜豬肉水餃啊，51元有2件啊。啊，呢個芹菜豬肉水餃，呢個就番茄豬肉水餃。韭菜豬肉水餃同埋雞肉香菇水餃都係51元有2件。呢只就雞肉香菇水餃，呢只就韭菜豬肉水餃。西班牙呢只無激素添加呢只豬腩火鍋片啊，而家39.9元。紅福堂呢只黑糖姜母茶而家做14.8元有3件啊！嗱呢只啦，黑糖姜母茶啦，川貝枇杷潤肺茶，蘋果馬蹄無花果茶，洛神花美人茶，金桔冬瓜茶，今日全部都係做14.8元有3件啊！三文魚腩啊，32.9元。急凍呢個三文魚乸威嘅三文魚骨啊，而家36.9元有2件。
維他新鮮茶，呢只蘋果紅茶20蚊有兩件啦，同埋呢個低糖嘅檸檬茶，低糖嘅蜜桃紅茶，同埋呢個低糖嘅蜂蜜綠茶，而家都係做20蚊有兩盒啊！維他呢個高鈣低脂牛奶，而家42蚊有兩盒啊！是946ml 的十字牌，這隻高鈣脫脂奶39蚊有兩件，又是946ml 的。雀巢這隻鮮牛奶47.8元有兩件，又是946ml 的。明治呢只脱脂牛奶50蚊嗰兩件嘅，又係946ml 嘅。佳之選嘅泰國新鮮啤梨特大嘅32.9元。佳之選嘅泰國新鮮啤梨大嘅39.9元嘅兩件。新紀元即係白蛋啊，29.9元。泰國新鮮雞蛋啊，依只沙大嘅34.9元。新加坡呢只周氏雞蛋啊，65蚊有兩件。清燕呢只精选大庄鲜鸡蛋26.9元。百夫一眼豆腐8蚊一盒。百夫一只蒸煮豆腐16蚊有两件。桃大嘅點心啊，36蚊有兩包啊！就呢幾樣啦，蟹子燒賣王、頂級糯米雞瑤柱、XO 醬腸粉、公仔點心啊，今日就做49.9元嘅4包。講幾隻味啊，珍珠雞、珍珠點拼、瑤柱燒雞肉燒賣、呢隻魚肉燒賣、鮮蝦餃、仲有潮州粉果、灣仔碼頭呢只點心就28蚊有兩包嘅。嗱，有呢只手工珍珠雞，同埋呢只灌湯小籠包。出前一丁今日就做31.9元有9包嘅，嗱讲几只味咧，鸡蓉味、海鲜味、沙爹味、五香牛肉味、九州浓汤猪骨味。佳之选嘅钢条米线啊，19.9元有两件啊。福字上汤伊面9.5元有3包。出前一定要麻油即食麵5包嘅，19.8元。
絲球乜花生油三支嘅$100。刀乜純正咖花籽油四支嘅$104.9。刀乜純正咖花籽油三支嘅$78。絲球乜粟米油三支嘅$90。刀乜純正粟米油四支嘅$114.9。金魚線嘅 A 級泰國茉莉香咪8kg加1kg嘅$96.9。金款牌純正泰國香咪5kg嘅$89。金香牌的金鐘茉莉香是5kg的$66.9。大鼠牌的精選知名是5kg的$66.9。百家說今天買任何食米類產品加$46.9。就換到你貴價即食燕麥片800克馬莊一包嘅。佳之選呢只高級山羊鴨花爽心粉皮嘅衛生紙$50有兩件。繼續就呢只佳之選嘅高級三層鴨花冇味嘅衛生紙$50有兩件。維達呢個金裝至尊山茶花淡香三層衛生紙$37。維達呢個金裝至尊三層衛生紙$37。維爾達的金鑽系列四層衛生紙$12有兩件啊。維傑亞的珍寶系列三層衛生紙$57.5有兩件。佳之選呢只容易分解四層衛生紙12卷嘅，就$54兩件。洁柔高级卫生纸$59.9嘅两件，维洁啊只极致入面四层卫生纸$62嘅两件，维洁啊珍宝三层卫生纸10卷装嘅，而家$57.5有两条啊，同埋佢咧，佢如果买两条嘅话咧。就會送你維潔亞極致油棉三層鴨花的棉紙巾1排5包裝的，還有維潔亞的珍寶迷你紙手巾一包一袋的，有10包裝。寶碧的金裝三層高級衛生紙$90有3件。佳之選呢只重量裝2000嘅三層衛生紙啊，會員價$28。啊，呢只超濃縮薏米油順劑嚟，而家$39.9有兩件啊！呢只幾香嘅呢只。嗱，咁佢有香草味、花香味，同埋呢只小倉蘭加玫瑰香味啊！百佳话今日全线口开护理产品满$138就送你2包呢只善思嘅
四層 Q 版紙手巾18包裝嘅。就是呢只 Q 版紙手巾。百佳話咧，今日買任何女士嘅衞生用品滿138蚊啊，就送你嘅迪露抗菌洗衣珠18粒裝嘅。嗱，就係呢只咯。百佳今日話全線沐浴露啊、洗髮護髮嘅產品滿120蚊啊，就送你一盒嘅紫雲新日式海鮮清 K 湯一公升一盒嘅。就係呢只啦，紫雲新日式海鮮清 K 湯。喜力啤酒四罐裝啊，60蚊有兩件啊 ，K 164就105蚊有兩件。蓝冰啤酒12罐啊，53蚊9毫。潮日啤酒12罐就89.9啊。雪花啤酒啊，而家就60蚊3件啊。斯威啤酒60蚊有3件。百佳今日精选嘅饮品自由配搭噶，60蚊有3件啊！高露洁嘅光感白牙膏啊，轻脱薄荷味嘅，会员价而家59.9啊，两支啊！同埋呢只又系光感白閃轉亮白牙膏啊，又系59.9啊，兩支。呢只又系火感白火山泥牙膏啊，59.9啊，兩支，系會員價嘅。嗱，高露洁呢只冰涼薄荷牙膏啊，而家買一送二啊！今日百佳話買任何餅乾啊，加8.9啊，就換購一盒呢只心穎呢只朱古力曲奇，或者呢只牛油餅啊。百佳今日話全線呢只超值牌餅乾啊，買一送一啊。嗱，好似呢只超值牌嘅薏米餅咯，就買一送一。超值牌啲檸檬夾心啊，又係買一送一。EDO 呢只餅乾同薯片啊，又係買一送一啊。嗱，好似呢只杏仁餅啦，又係買一送一。青島嘅啤酒啊，80蚊有3件啊。今日話買任何12罐啤酒滿100蚊啊，就送你青島白啤酒大罐裝就4罐嘅，就係呢只啦。佳之選嘅保鮮紙而家買一送一。純一呢只清淡橄欖油啊，而家會員價89.9啊！梅林體優質火腿午餐肉嘅大罐嗰啲啊，會員價就35.8有兩件啊！愉快動物餅啊，而家會員價33蚊有兩包啊！
固力果呢只双重朱古力嘅饼干条啊，会员价16蚊有两件啊。另外佢隔篱嗰只咧，抹茶味都系16蚊有两件。日清呢个丰盛果实谷物片啊，而家会员价35.9元啊。同埋呢只系焦糖果仁，又系35.9元。同埋呢只系香甜草莓啊，又系35.9元。日清呢只黄室奶茶味嘅谷物麦片啊，而家23.9元。可口可乐12罐嘅44蚊。可口可乐嘅无糖可乐8罐嘅38。百佳今日全线即冲热饮买满100蚊啊，就送你维他嘅燕麦奶或者朱古力燕麦奶，6包嘅。梁丽呢只洗衣粉啊，4.6kg 嘅，而家39.9元啫，做。嗱，呢几只款啊，呢只系抗敏配方嘅。呢只大红袍纯茶社啊，13蚊有两支啊。茉莉味都系13蚊两支。维他嘅低糖气泡菊花茶6罐嘅，60蚊有3件啊。维他呢只柠檬茶6盒嘅，29.9元两件。维他呢只柠檬茶9包嘅，27蚊。卡洛 B 只上汤龙虾味嘅一缩一烧啊，买二送一。卡洛 B 只薄饼味嘅薯片啊，24蚊两件。金鱼线呢只点心咧，今日做48蚊有两件啊。嗱，咁佢有水晶蝦餃皇，蟹子蝦肉燒賣皇，手工牛肉球，而家就48蚊有兩件嘅，呢只幾好味嘅。百佳話今日精選嘅杯麵同埋碗麵啊，就買二送一啊！即係呢幾隻款啦。嗱，呢只龍心杯麵啊，又買二送一。嗱，呢只三樣辣雞芝士碗面啊，又買二送一。出前一丁呢啲碗面啊，都係買二送一啊。嗱，呢只係豬骨凍湯味嘅。呢只都係啦。
呢、這個就係蒜油豬骨湯味。同埋呢隻就係麻油味，都係買二送一。合味道杯麵啊，都係買二送一啊！嗱，有呢隻五香牛肉味啦，雜錦味，咖喱海鮮味。嗱，同埋呢啲 XO 醬海鮮味、香辣海鮮味，都係做買二送一。家樂牌呢只通心粉啊，而家12.9元有兩件啊。嗱，佢有香辣冬菜味嘅牛肉湯味。雲吞味、鮮菇上湯味、鮮蝦湯味，百佳今日話買任何產品啊，加14.9元啊，就送你一罐嘅黃滋味嘅韓式午餐肉啊！今日百佳咧話北島中嘅芝士四包裝嘅芝士麵啊，而家買一送一啊！佢睇先，佢係40元一包嘅，而家買一送一。佳之選嘅粗鹽啊，5.7元。冇八百，八百六，冇八百。維他呢只朱古力燕麥奶啊，33.9元有兩件啊。仲有呢只原味燕麥奶啊，都係33.9元有兩件。道地的蜂蜜綠茶28元有兩件，同埋呢只道地的纖解茶都係28元兩件。維他呢只蜜糖檸檬茶19.9元兩件。隔離呢只就維他的青檸檸檬茶，就係19元有兩件。王洁白墨鱼呢只洗液补充装嘅，而家54元有两包啊！嗱，佢清新花香味嘅，同埋一只阳光清香。大家好啊！如果你喜欢呢条片嘅话，请免费订阅、俾 like 同埋留言啦、啊。同埋如果有时间嘅话，就睇埋广告啊！唔该晒。咁好啦，咁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